上午继续市政总执行，第一位由陈明哲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啊，谢谢主席啊，委员长啊，市长哈，各位咱所有的一级主管哈，啊，大家好，大家好早啊，看到最近新闻啊，拢一直在讲中油总公司啊，将实质南迁哈，啊，这是市长啊，市政推动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啊，对着咱所有高雄吼，诶百姓一个交代啦吼。过去就是拢人讲诶，讲拢制造污染，啊，实际上回馈地方拢无。啊，即马经济部嘛应该拢有一个真落实啊，即、这个啊过失啦吼。啊，当然以即个中油南迁啊，啊，这是符合。一个公平正义的哈，啊，当然对着未来啊，劳工啊，比如讲整体的啊，一个咱台湾的一个转型哈、啊，是非常的重要。当然，中油是一个石化业，啊，所有的石化业嘛非常的多，啊，当然我嘛谈只特别啦哈，啊，利用这个机会哈、啊，对着市政。啊，甲市长大家推动啦吼，中油这南迁实际上过去的政府做袂到，真歹做。但是这届咱有看到一个落实啦吼，中油确定会当总公司落，包括营业税，包括咱地方的税收，整体起来对着咱的啊高雄市伊的整体。诶，税收嘛非常诶，注入一些了哈，会当讲啊未来推动啊改善着咱人民生活环境嘛是非常重要。啊，我嘛谈只特别啦，市长啊，当然啦，鼓励啦哈，啊，顺便有那利用这个机会哈，有那这有那要有市政的魄力哈，较有法度啊来做。啊，市长，我要请教一下哈，即马中油如果那南迁啦哈？如果啦，一年咱高雄市的税收会当加偌济？哦，啊，这是不是请市长这边接吼？会当咱讲一下安尼吼。市长请到。多谢，多谢主席啊，多谢当议员。高雄市政府透过议会支持《汽油管线自治条例》，咱通过。啊，通过就是议会民意拢支持，所有这些石化业也甲总公司迁来高雄。啊，咱迄个时阵的重点，是因为咱有经过迄个爆炸的痛苦，知影讲这个管理是关系到高雄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迄个时阵咱坚持啊，议会嘛完全支持，阮足感谢。啊，起码咱的考量。吼、哦，唔是用迄个在迄个税收啊，税收讲会当增加偌济，讲啥？这个部分，我是无去计算啊，我是唔知啊。财政局这个部分是唔是财政局知啊？我个人所有的考量是安全，吼、哦，管理安全负责，我感觉是安尼。好、哦，谢谢。好、哦哦，谢谢。以这个部分吼、哦，咱财政局。是不是当来做一个补充吼？因为这税收有关系到未来吼，啊，要如何回馈到这市民哦？啊，这是不是来做一个补充？来，局长请到。好，多谢主席，多谢邓议员哈。头拄啊，市长讲了，咱重点是咱高雄市安全啦。当然，中油迁来跟咱税收嘛有关啦哈，这是附带的效益啦。其实目前真正咱收到中油的税收是房屋税甲地价税啦，这无济，这一年5-6亿尔。但是因为中央有一个中央统筹分配税款哦，这是依据这啊公司的营业额来算，那中油迁来咱高雄，这算伫于总公司的营业额都会。纳入在中央统筹分配税款给我们啊，
你推高啦，你推高啦，头得推高差不多十通亿啦。哦，加中油加十几亿嘛。啊，咱那整体石化业的，整体石化业那十四间安尼，阮推高啦，因为这数字中央拢无啥要还，阮推高是加二十通亿安尼。我讲了吼，真侪哈，这落实啦吼，非常重要。当然，咱落实一个公平正义。一个主张得到市民的认同支持，而这个整体起来，当然就是包括着咱要安那如何改善着整体人民的生活环境。哦，市长有那足知影，但是你嘛爱了解，咱所有的税收入来，你要按做规划。人国讲，石化业爱食果子拜树头啦，这是较懵啊啦。过去是拢放鸡屎。唔捌咧生鸡卵啦，制造污染无咱规个整体高雄。那么呢，咱的希望就是讲，你要落实公平正义嘛。你连一个总公司都无，这当讲争取几啊十年，啊，这落实的公平正义，啊，这当开始啊。啊，一当讲伊是过去拢是放鸡屎，唔捌咧生鸡卵，即卖是有生鸡卵，冇放鸡屎。阿伯啊，既然有生鸡卵，安好啊珍惜。但是放鸡屎这地制造污染的，咱嘛爱好啊来管理。啊，这就是我今仔去进入一个主题。今仔去咱身为一个保安委员啦吼，啊，有那对着这个啊环境卫生啦非常重视。啊，当然咱石化业伊本身。伊制造污染，制造过去咱高雄的伤痛啦吼，包括气爆的问题，包括整体会当讲对着咱高雄的一个真恐慌的时代拢过去。咱希望这过去了，未来咱就是来重视啊整体环境。啊，当然啊，这就是讲中油南迁是值得那起付吼。按一个赞啦吼，啊，当然未来环境卫生、全体人民的生活品质，咱爱继续来维护。啊，当然，但只今仔日就是要来大家探讨，就是讲咱工业用水、地下水伊的水管管理办法。经济部包括咱的经济部有专水利署，嘛有订定查核的专栏。啊！大家拢知影，违反水管会当造成了真侪重大污染。啊，有关咱违规的问题啦，吼，要安那来预防？啊，法令上非常的清楚。依照水污法啦，吼，我们整体啦，吼，水污法也防治法，包括伊所有的条文，包括整类的条文啦，吼，拢在，就是咧保护着。咱人民生活水平，啊，伊这个生活水平要维护，就是咱要有一个法，依照法令来做。啊，当然，但只就是讲，我要甲咱环保局啊，吼，来探讨就讲，这个水权是到底是目前咱实行的经济部荷兰，啊，包括水利署啦，吼。啊，伊这个地下水的管理办法啦，吼，到这目前，甲咱所有啦，吼，啊，当讲咱市府的单位啦，啊，包括咱水利局这边家，到底是安那推动？啊，等下我是问，先问咱水利局局长啊，先回答一下。啊，局长，请对着这个我写的地下水管制工厂。你啦吼，水井查核及处置，啊，这个部分目前你推动啊呐，你请你回答。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哈。那目前我们针对这一个地下水井的一个管制哈，在违规上面的查报有三个途径，一个是目前的麻烦区公所这边去查报，那还有一个是我们台电公司如果一些窃电等等的，我们也会同去做一些勘查。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是它是违规工厂，我们会同。经发局这边齁去现场查查，
那如果进入这一些工厂以后发现这些违规水井，我们就会做一个封田通知的一个动作，而且封田完以后我们会再去做检查，目前的一个查核机制是这样。你讲有透过区公所？我们有公文都有请公所来协助。那我问一下了哈，之前去年嘛哈，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查核了哈，有36间了，结果有11间违规了，啊，这比例有偏高无？偏高。偏高嘛，查36家有11家，将近1/3，差不多32%。啊，结果咧，恁目前这去年的啦，10月做的啊，到今嘛，恁够做11个月啊，12个月啊，唔知有头13个月啊，恁够有查核无？我们会再持续的追踪。对啊，比例偏高，明显啦哈，有足侪违规啊。违法，如果要公家，就是讲恁水利局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会延伸很多的问题，包括我讲的啦哈，注入地下水体，利用潮井，啊，借着污染，啊，这边呢，你若讲36间，结果有将近12间。啊，后续追踪的还有多少家？那工厂里面哦，倒是指的工厂里面哦，竟然有1/3是违法的哦。以工厂如果设了潮井、水井，没有申请水权，你面对的是一大啊污染的来源。我讲的讲，你知影啦？有些工厂它是注入地下水。伊把污染制造出来，伊个包括吼，咱生态，包括着一寡糖制造糖，哎，制造污染的，伊有时啊，你问注入地下水，安尼这有严重无？所以讲，以目前的查核啦吼，我相信讲应该你们要主动，而且区公所既然有区公所，大家都会查核。我相信工每一个工厂，它有没有设潮井，有没有申请，有没有申请水权，非常清楚啊。我知影工商区、冈山区目前是管制区啊。对，地下水管制区。地下水管制区，它会也深陷的问题嘛，所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管制区嘛。那既然管制区就是没有申请，所以申请也不会准啦、啊。结果我看了足侪工程，拢水井，拢做咱井槽有一挂咱的井，啊这边呐，啊明知影工程内底爱申请的哦，他是要申请的，啊结果无处理，啊无申请，啊搁兼公民正大违法，啊这边做啦，你看甘德需要讲了足清楚吗？跟议员报告，其实全台湾这种状况非常多、那水利署这边也针对，更严重的，像云林那个区域，先做一个示范。我告诉你啦，未来怎么样？移民的目前问题还不大。我讲的是工厂内底，你乌水这边啊，伊是唔是抽地下水来稀释出来排放？啊，无就是准备要注入地下水体。这两种功能啊，对他的收益最多啊。我们不是针对农渔民的咯，农渔民以这件是非常，老实讲的，当然也是要管理啦，但是也是那讲，真为着要生活，靠天食饭。但是我讲的意思是，工厂内底伊设水井，这是要哪样？伊爱申请的呢？要跟你们申请的呢，那既然是管制区都没有申请，有1/3，这是1/3，这逃出来一定足多。咱高雄市非常的足多，按拄啊讲的，就是要维护环境卫生也品质嘛。所以讲，俺今仔是要提升整体的环境卫生，才讲到这些嘛。所以讲，你是一个非常扮演非常重要水利局。
一样的水钱要申请面，他要朝警要不要跟你们申请？水权这个部分，我们会来针对这个工厂的部分。要不要跟你们申请嘛？要申请，我们会再。那有没有申请？是不是违规？这是违规，违法嘛？是不是？以那呢？好，你这边你就注意一下，以你们的职权了哈，来协助我们，还有更多的单位我要讲哈。好，我们会去。那你这边就水利局了哈，你等下你是一个源头啦。包括这个执行面呢，哈，因为我都要讲过，这个水污法内管的管制方法，管制的哈，以及查核办法，这个也跟我们的经化局了哈，经化局主动查核是有关的了。去年就是我们经化局了哈，整体带动的了哈，所以说我们经化局这边呢哈，也注意一下哈，因为这是弄相对的。你一个设置，你今仔日，你经化局，你那工厂如果设置的流程，你不符合的话，你就会不准了啊，好，对不对？所以说我提出了一些我们这个问题了哈，在整体啦，咱高雄区做非常的重要，尤其咱吼足济啦，足济咱来自的吼螺丝业，咱趁钱，咱来鼓励啊。咱嘛怕破，但是袂使做着污染啊！你做着污染的时阵，都人中石油，人中石油同款啊！敢是安尼讲？啊，是毋是？啊，你请坐吼。好，在我们的防治水污染里面呐，吼，第74条内底伊第16项哈，伊就讲本法第36条之一啦哈，注入地下水体，就是利用凿井，还有注入管线或加压设施等设备，将事业废水啦哈灌注于地下水体者，我认为讲。拄仔我讲的这個，就是讲，咱这座如果是顶头这座污染问地下水体内，未来咱地下水农民会抽水来做灌溉，有可能伊是来做着蔬菜水果，哦，还是一寡咱农作物，等咱农作物了，食着这种污染的水。个咱吸收入面人体，你个话蔬菜水果话新鲜，安尼那么我们吃下的有可能是未来拢是癌症的主因呐、啊。啊，这对着人民生活水平、生活环境，伊的确是非常严重。所以讲，以这个注入地下水了哈，我要来请教着。我们的环保局，环保局对这方面呐，吼，伊唔知影有啥物看法。我拄仔讲过，那跟我们的水利局也提出了看法。啊，你唔知影恁的看法是安那？环保局局长哈，是不是当来对着这个防范跟预防怎么做哈？来，局长请到。好，谢谢副局长哈，谢谢陈议员哈，啊。以目前的规定来讲吼，迄、那个工厂内底遮处理掉的遮废水吼，是袂当注入到地下水的吼，这是非常明确啦吼。啊，当然以目前来讲，环保局在查遮的有关遮的废水的遮的处理吼，大概两个大概一个重点啦，就是讲对这个入去废水处理厂的进流端。甲出去诶，一个出流端，两个之间会去做一个水量的平衡，水量的平衡，啊、哦，意思就是讲，入来的水，比如讲安尼讲，入来的水比处理的水搁较少，吼、哦，搁较少，哦，啊，这部分都相当大的疑问了，我们就会深入的搁去查每一个废水处理单元，伊本身伊的进流水甲出流水伊的情形。看到底伫内底堆一个单元出问题，来做一个这个废水处理的一个查核。
啊，议员这报告。你注入地下水水井啊，吼，草井，咱讲的，拄啊水利局这边遮，水利局人认为伊无申请嘛。你像整体的冈山区都是一个管制区啊，哎，工厂内底有涉黑，就是犯罪嫌疑啦。伊无要用啊，伊明知啊涉黑爱申请呢，伊无去申请呢。啊，你看爱申请无去申请，那么是不是就发现是水利局？你讲有叫迄落拜托咱区公所境内查核，我相信足紧啦。你包括即马区公所，那伊境内违章建筑一个手都拢知影，那同款嘛，这种物件嘛同款。那么你工厂内底会产生了未来的环境卫生环的问题非常的大，所以你今仔日伊无申请来。那么好，我们请水利局啦吼，会主动啦配合环保局啦。那环保局，我请教一下。你若要工厂，若要申请水权的时候，是不是要经过同意环评，还有一些申请水错同意嘛流程嘛，是不是？刚议员报告吼，这部分就是讲，伊要申请这个废水的处理，哈、哦，废水的处理包括头前的水错，搁后边的废水的许可，这拢爱来环保局这边才来申请这个许可，哦。啊，当然，伊若用到讲迄个地下水，啊，得爱先过水利局这边来申请水款，啊，那伊的资料得爱列到伊的水错的资料内底。对啊，放在水错嘛。是。那好，如果有申请地下水同意了哈，是不是你们要一起有一个动手而已嘛？水利局是不是？我们所以说有一个动手嘛。但是你动手，来你安那管制？我们都有。你有没有怎么管制？我们在申请的时候都有一个水表哈，那我们有核定它一天的使用量。你有装水表吗？地下水有装水表吗？目前都有辅导他们要加装水表。对啊，辅导嘛，还没嘛，没有看到那个地抽地啊，作业人有装流量计耶，你们骗瓜，你很不大心情鬼的要偷抽，使得地层下陷，还有准备都要做稀释的动作。你那有可能一直有流量表？最近的，所以说最近的都有了。在审查水错的时候了，你们就要加注了。加注讲你这如果是草井，你经过合法申请，那么你要装流量计啊。你流量计，咱唔够法度人控制，你抽的地下水有超量无？哦，我拄啊讲，这是合法，我们要保障合法。那非法的，就讲他既然都是一些。啊，没有申请，工厂里面没有申请，结果伊家己乌镇，安尼你也看，是不是明知要申请哦？在我们的第三十五条，水务法第三十五条，依法有申报责任，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申报不实，以业务工作之文书或虚伪记载，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科25万至300万以下罚款，这条令有意义无？这条令有没有查核到？你们必须要用这一条移送啦！而且哦，我们第74条第15项哦，各级之官对于事业故意将危害有害健康物质的废水注入地下水体排放至土壤。或地面表水体的时候了哈，如果超出标准，应向检察官直接告知，应呢，直接要告发呢，侦查呢，主动移送侦查呢。所以讲，我为什么重视这个问题？你既然要改变环境卫生，包括空气，包括咱事业废气的处理。拢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都要整体来做一些关注，所以讲这个部分啦、啊、吼，相关法规我都有都有讲的吼，咱第一条、第20条、第27条、32条、35条、36条、40条、45条、46条、46之一、48、49、第53条、
第七十四条，还有之十五、之十六，我希望恁会当落实来做一个查核稽查的动作。直接现在哈最高了哈，防啊，我请教了哈，如果违反我们的防治水污法里面的条例，最高现在刑责是怎么样？刑责最高的刑责目前是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嘛，啊，相关是无期徒刑。啊，无期徒刑了哈。所以说，你们目前来讲，拢爱敢辅导啦。像伊这违法的，你拢啊目睭放的，啊，结果有的人今仔日查到水井封起来，一个月水量加偌济，一日查两百栋，封起来了，一日查两百栋，就讲过去自来水量是四百栋。查起来封起来了，比一日六百栋，加两百栋，一个月加六千栋，迄毋是问题啊！水抽出来你做，而且哦，它是在排放许可内哦，伊嘛足了解申请六百的排放量，六百伊都有那精巧控制六百，伊来做七百就知影违法啦。所以家己啊做六百就知影，伊这个地下水抽出来敢行两百？上少嘛五倍，一千，因为稀释嘛，稀释都慢慢啊流。啊，所以讲倒流、稀释都是会，稀释是会法则嘛。那倒流也是停工嘛，直接排放都是停工嘛。那这种都明知不实，这伪造这是一旦不实之记载嘛。啊，所以讲伊这爱申请，明知要申请的嘛。哦，我相信无遐唔知影的啦，吼、哦！我相信讲这个，咱依照法令啦，吼、哦。那我们来改善我们的维护生态的一个体系啦，吼、哦！希望讲恁会当来啊，对着咱环境的部分者啊，大家重视。啊，为什么？刚才我们的水利局长，你用一句话，我感觉足不应该的啦，伊讲。全国很多的通病，你若安尼时阵讲，咱免高雄，咱免自治条例，所以这样不好。我们要做全国的表率，该人做唔对的唔对，这是全国法令的呢。而且是工厂内底，伊制造这个机会，这个就不应该的了。这明知道要申请，不申请的，那个不对。哦，我是希望讲这部分啦，吼，局长你有呐？迄、那个咱水利局长，因为我讲的讲水井部分是恁的责任较重啦，吼、哦、啊！但是我讲的延伸出来环境问题是变成环保钱，你比我知影严重性，比我知影一百倍。恁这是封井呢？你有可能这做好污染呢？啊，恁若无封井查核，你了因在这做污染因迄落呢？啊，结果恁查。查查，那么我请问一下，你们如果是环保局稽查的时候，有没有最针对我们地下水这个注入地下水来做些管理？查核到的时候，哎，发现你这个潮井，啊，结果你还无申请，啊，那边那举话，这个你的议员自己报告哈。有关规个废水处理诶过程，阮咧查核诶时阵，伊诶水源是迄个地下水，还是讲伊诶水源是自来水？即阮一开始拢会做查核。啊，若总共有查到讲，伊厂内又用着地下，用着地下水，不过伊诶地下水是无水款诶，阮着移送互迄个水利局来做查处。那水利局马上怎么处理？你们是几？马上移送嘛，这明仔就无申请嘛，你应该一礼拜来三天应该就会动了嘛，然后那你们怎么处理？我们会要求丰田这一个水井，丰田水井啊，法则嘞？目前没有那个采取法则，我们都是要求直接丰田水井。怎么没有法则？哦，你都等于局长，你今嘛我拢没有法则，错了吧？你再问一下你们的科长。看有没有法则啊？你做好，这是会影响环境，
必须要甲你做伙连带大家来注意的。但是源头就是拢惊恁塞来塞去啊！啊，你无恁查到你讲我惨啊！我嘛有拄着讲恁环保局讲啊，无通这水质是水利局的代志，我看到当作无看到，惨啊！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说辞？这是非常不应该，嘛不对。了，这个既然是管制区，啊，就拢袂当申请啊，管制区就袂当申请啊。结果明显看到，就看一支，咱就封一支啦。咱就是咱咧，安是维护整体环境问题嘛，好，敢是安尼。所以讲，以这个整体啦，吼，我是希望讲，咱来注意啦，吼。啊，恁好，请坐吼。因为这个环境是一个兄，台湾是一个环境兄，大家拢是用心计较。我相信讲，你不管，你包括你未来后代囝儿孙啊，你用什么给伊，你不管你金山银库伊，拢无重要。上界重要是一个环境。200年后、300年后，囝孙啊，伊啊，你看诶，看是讲咱先贤烈士到底是留什么给台湾，留什么给咱这后代。伊若如果是一个优良的环境，伊是一个过去咱有重视着环保法令来加强处地环保的时阵，那么咱台湾是未来一定是一个真水、真好，继续伫维护。这是囝儿孙啊，200、300年后，咱囝儿孙啊，伊的期待。咱今仔谈遮做，我相信讲咱市政团队、市长咧领导同款，拢大家就是伫为着一个未来台湾伫打拼。咱是讲到这个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不是钱会当我谈买。所以讲今仔日会讲到这个环境的问题，我嘛是讲希望讲大家啦吼，会当来更加重视。前几天我有办一个公听会啦吼，就是正式咱事业废弃物的处理及处置的问题。啊嘛，真感谢咱的副市长甲各局室委，该人委拢有过吼。啊，当然，咱今仔日若无来重视这个事业废弃物处置的问题，未来会造成了更加愈大威胁的问题。啊，迄天真济正反啦吼，双方面拢有讲着足济啊，伊个理论啦吼，啊，大家拢会当理性来深入探讨。啊，嘛足济学家。我们的学那个专家，大家讲到，讲到讲，我们的事业废弃物，伊个处理是拢最终啦吼，拢是最终处理，必须要掩埋。噶既然是一个掩埋，伊是讲欧美国家嘛离不开这样，啊不知道吼，咱副市长吼对着这个环保议题较了解吼，是不是会当来讲一下讲咱？这个事业废弃物，目前要怎么去来做一个解决？以你的看法，多谢主席的当议员哈。事业废弃物当然起码以焚化为主嘛，哈。焚化不是讲烧出来无去，一百栋烧出来都拢无，不是。它还有这个废灰甲底渣，啊，废灰又因是这个有害事业废弃物啦，所以。一般是改稳定化，就是固化了后就送去掩埋，或是以前在蓝星计划的时候就作为这个填海造陆使用。那底渣也是一样，底渣不是有害事业废弃物，但是底渣经过一定的处理之后，那可以作为地基的回填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物品，就不可能烧成零啦，一定有某一部分的东西是还是会留下来。那留下来你不是掩埋，最终掩埋或是再利用，除此之外没办法啦，没有办法再利用，最后如何处理？掩埋，就是掩埋，最终掩埋。对，所以讲刚刚学者专家也讲，就讲欧美国家也离不开这样。那么我过去我也听到讲，市长对这个东西伊嘛真敞开胸襟来做探讨，讲我们伊对啊对着事业起去分，嘛是要解决伊个问题。就讲该连咱爱有申请个所在，嘛爱有申请。
该恁嘛爱做最终处理的所在。我讲的讲，台湾每一个角落拢会当会出来讨论，是对一个所在较适当。我咱会当讲，爱以这个角度上来解决掉咱不然废弃物啦吼，伊制造一挂问题。啊，即摆来面临两年后面临饱和了，啊，这边呢要用堆置，这堆置要管，啊，以后搁扛起来，啊，这嘛毋是办法。那如果过去大家拢讲啊，掩埋的状况是怎么样来做到一个很合乎的标准？啊，我相信这是大家期待。即摆目前头都七成吼，做乌白的偷盗的。乌白的淘汰，哦，当然这是一个全国比例啦，不是说我们高雄市的比例啦。作者所在嘛，各有安尼淘汰。我讲的包括这种底渣出来，嘛产生了为人啊，用合法申请了去台湾啊，啊，这个就都不对了。所以讲，咱今仔日有那正式的问题的时阵，我相信讲，那依你的看法，我们是不是要跟？深蒂固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处理哈掩埋，但是也要管理，就是它掩埋的方法了哈，不是说像垃圾或者是废弃物拿来就进场就掩埋，它比方说刚才讲的废灰，它是有经过固化，已经有固化处理了哈，固化大概用大概水泥啊上固化，固化料加个妥善的掩埋，那个才是最终的处理，那地点就很重要。它这个掩埋的方法就很重要，所以这部分它是不同的情况来看。啊，所以讲，如果呐找不出更加好的方式，那最终掩埋还是有需要。我相信讲，以这个部分吼，我嘛是感觉讲环保局，咱所有嘛是爱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哦，比如讲，我是讲的，台湾对一个所在较适合挖金嘛会出来。环保团体，我嘛讲马进，你们也提供。但既然大家学者专家这么说，啊，是不是恁来当提供可以申请的地方，给我们一些事业单位去申请？啊，嘛是一个方法的。啊，这个是良性沟通啊。哦，对对，所以说他们也大家彼此了哈，啊，一个共深入的问题了哈，来当来做一些探讨了哈。啊，我希望讲以这个啊事业废弃物我们的问题了哈，也要有所远见，来做处理的哈啊，所以讲咱作者啊环保的问题啦哈，有待我们像工业区事业废弃物啦，伊个产出遐尼啊济啊，啊若无最终处理厂啊，到时你工业要安那，企业要安那做，完了个问题就出来了。哦，安那可能个影响到我们国内的经济，国内的外的经济的发展，啊，这各种样的 GDP 的问题，吼、哦，真侪、啊。所以讲，以这个啊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我是感觉非常的重要，吼、哦。所以讲，以这个环保议题啦，吼、哦，啊，废弃物哦是一个未来真大台湾的问题，我嘛希望讲，我们能够正视这样的一个深入的问题啦，吼、哦。啊，也当来做一个解决安尼吼，啊，该年啊合法申请，嘛要保障合法申请；该年要依法监督，嘛要依法监督；该年环境维护，咱嘛要依照我们相当法令来做一个维护了吼，在整体了吼三个面向里面来取得一个平衡点，来做一个吼，做一个有效的深入的管理了吼。好，谢谢哈。啊，今仔日吼，当然以这个探讨问题啦吼，我是感觉讲非常的重要，就是讲咱重视环保啦。拄阿嘛讲过，石化业到今天为止带给我们高雄的什么污染？没有税收。经过一个长期的处理，哦，你就是公平正义。你总公司已加有些税收啊，如果刚才依照我们财政局长的推估，中油一年如果十几亿，将近啦吼，五十年啦，吼五十年啦，十年就是百五亿啊。假设我用十五亿来算啊，十年就百五亿，
一百年就千五亿，啊，五十年以上就亏欠咱七百五十亿。哦，这是一个中油过去的一挂公平正义做无够，但是咱新政府新的面向来看这个问题，啊，所以讲啊，咱高雄啊，吼，未来有只税收嘛，爱来做好啊管理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吼。咱在我的地方建设里面呢，吼，就讲过去啊，咱茄萣一至四号了吼，咱的道路开发案目前进度了吼，哦，是不是等下吼啊，当相关单位来了解一下，那我们这个一至四号道路吼，目前进度也当报告这边。来，我们请我们的那个副市长哈。副市长，请到。啊，谢谢主席，谢谢。茄萣一至四道路的环境影响评估，遭这个高等行政法院撤销环评结论。那目前一方面上诉中，一方面这个开发单位就是新工处，他重新提出变更的一个环评，就重新提出环评。那这个环评目前在环保局的环评委员会的小组在审查中。好，这个应该尽速了来做处理了，因为我知影刚刚有一挂啊环保团体争取之后判决，对地方好像诶，当地方嘛真袂另外，就是因为湿地法已经实施了，那么湿地法实施，茄萣这个是当初是被暂定为国家重要级地方型的湿地，那这个主管机关是公务局养工处，那么养工处目前在评估，那这个湿地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那必须报到内政部，那么内政部确认之后，将来这个湿地的道路的开发必须由主管机关的这个同意了。如果是地方级的，那就是养工处；如果是国家级的，就是内政部营建署必须表示意见。那目前这两个这个环评跟这个确定都还在进行中。哦，那就尽速了，地方的期待哈，这几个冬啊，这爱一个总是要一个开辟的开发啦哈，请大家努力了哈。那还有我们的高铁外环道了哈，乌来到嘉丁啊，以及联络道路了哈，请我们的相关单位哈积极来做协助了哈。还有第三呢，就讲我一个业处了哈，也中正路一段389号也只有八米道路了哈，哎，开辟情况了哈，我们希望能够来做尽早开辟哈。还有乌来哈，有一个图书馆，咱过去拢乌板桥哈，这建议遗址啊哈，因为这桥啊拢会铺筋呐，那影响到人行道哈。我是感觉讲来做彻底的整体了哈，养工处的哈，是不是请养工处来注意一下哈。还有我们的茄萣区哈，嘉丁啊，国小南侧八米道路开辟的工程，还有我们沙崙国小南侧八米我们的开辟工程呐，我是感觉这嘛这条备密的哈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已经拢有需要开发的所在啊哈。还有我们的游艇啦哈，专区啦哈，这个部分啦哈。是不是会当来做一个争取啦吼，确定啦吼，游艇专区啦吼，做些咱游艇诶，目前诶游艇化吼拢是非常诶笼统，做些咱所在啊嘛拢无啊多啦。我想先讲南星计划伊个游艇专区伊面临搁置，是不是会当来对着咱嘉丁啊、新达港这边家来重新启动一些看法？我感觉讲非常。嘛对地方的一个应该要重视啦吼。台湾的游艇啦是全世界第四的，亚洲第一的。所以讲，以这个游艇啦，目前有35间、19间的高雄，咱的产值嘛80%。希望讲会当来把我们茄萣啦吼，来争取一个我们的游艇专区啦吼，来改设我们的新达港。这部分嘛，希望讲市长会当阮斗支持啦吼。阮到争取，嘉丁是一个真水的所在吼。过去嘛投资真济遐，100几亿，农委会嘛当时都100几亿遐。即嘛行人码头整体啦吼，都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改进啊呢吼。我们也请
金花区了哈，区长，那游艇专区了，还有海洋景来做几个规划呢哈，今天的我们的咨询就到此哈，感谢各位哈，谢谢。好，谢谢陈明哲议员，休息十分钟。